赵阳，大家都叫他阳哥。艾琳，他俩都女生，俩都女生。可能篮球就是对抗比较强的那种强的运动吗？女孩对着女孩嘛，我没有太多的期望值。我其实很少看女生打球，我又无法想象女生的打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我来这个节目就希望是给大家证明一下，女孩子不一定比男孩子差，也没有说篮球这个运动就是男孩子的运动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艾琳，名字忘了是吧？然后是兰州 New Sky 接球队的队员。四位导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赵阳，今年23岁，来自天津，然后来到这个舞台，应该算是圆自己一个篮球梦吧，因为我已经放弃过篮球一次了，这一次我想赢回来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究竟是艾琳还是赵阳，哪位能够留在我们的舞台，直接进入到星级区，期待一下。哎，赵阳也是打过 CUBA， 既街头又学院，三分球，哇 ！For three， 第一次出手就有了。She's pretty good 啊。看你的，艾琳。哇，直接大幅度的变向，哎，漂亮！杜兰特，还一个，也来变向，哇，漂亮！5-2。还是5-2，赵阳的球，他有三分的领先优势，左手突对抗，我6秒，一个干净的盖帽，好好好好，慢掉，直接黄倒了。场上晃倒对手，弯荡对手，太帅了！哇，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球！赵阳怎么说？怎么回敬一个？哦哦！哇，再造一球，有对抗。艾琳，漂亮的防守，5秒、4秒、3。黄岛对抗，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，女孩能打出这么高水平的这个单挑。再来一个三分球，艾琳跟赵阳这场对决里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中国女接球手第一支阵了。艾琳，哎哎哎哎哎，又倒，三分球，4-3。
最后一分钟的比赛，谁都有可能赢。Finish the move. 中距离。哦。赵阳。赵阳。强突漂亮。Plus one. 艾琳。那叫一个兴奋啊，眼珠子都瞪直了。好，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赛点，如果艾琳能够罚中则打平。好，罚球，罚球完全是男孩子的动作。喊一球，漂亮。都有绝杀比赛的机会了，赵阳，看你的了，噪音可以再高声一点。谁能够投进这最后的绝杀，真不好说。艾琳，转身。比赛结束，恭喜艾琳。说实话，这俩女孩一对一的表现比有些男生的一对一的表现要好得多，她们真是敢打敢拼敢防。艾琳琳和赵阳这两名女球员打的就是巨精彩，然后就各种过人的，然后还有黄倒啊，还有一些炫酷的动作，我觉得就比较炸，就给就我们这些男的就做了一个榜样。我觉得你们俩不应该对打，你们两个应该分开去欺负别的男生，好不好？首先在我的概念里，今天这场比赛没有输家，全是赢的，因为我觉得在座男选手是不是得加把劲儿了？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可以让很多的男生都汗颜。真的就是那句话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佩服佩服。我觉得论表现来说，他们绝对比赛场所有男选手都不差，也给大家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觉得艾琳这位选手是一位比较优秀的选手，打篮球的女生本来就很少，然后能够做到打得像她这么好的女生真是少之又少。如果还有机会进入到下面的比赛当中，
我胸前这颗星怎么没有的，我就要怎么把它拿回来。我觉得三星应该没毛病吧。来，琳琳接受你的三星。Yeah。